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北京之声音乐会现在开始。朋友们，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本音乐会指挥的是杨红莲教授，钢琴伴奏赵碧璇教授。我们首先请大家欣赏一组混声合唱，第一首《雨后的彩虹》，余之词，陆在一曲，领唱王亦如；第二首《本是》，黄字词曲，领唱邓余荣、刘颖；第三首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小光词，施光南曲，领唱孟歌。